总，这女的疯了，都170了，还追吗？追。喂，海涛啊，还有20多分钟吧。成，你先安排着，待会儿见。快上车！你怎么才来啊？你快上车吧！你下车我来看。你快下来吧！啊，拿着。哎，怎么管的？对不起，约会还得取消，快走吧。胡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涮我的话。我可真生气了啊！哎，我告诉你，这女孩，我敢保证，你一眼准能瞧上。谢谢谢，我谢。可咱们现在得出现场了。又蒙我？什么时候蒙过你啊？香香和老程已经先去了。到底什么案子啊？车祸。车祸？没搞错吧？这种案子也用得着咱们出马啊？队长，李科长，这起交通事故起因是因为爆胎吗？不完全是，这起事故表面上看是一起爆胎事故。但经过我们现场勘查，这个车的制动油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，被人转了一个眼。在高速路上这么快的速度行驶，就算不爆胎也会发生车毁人亡事故的。旅长，那么这起事故就我们事故科交给你们了。好，哎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哎，好的，哎。你们来了之后就发现刹车油管漏了是吧？对，我们经过我们现场勘查，这个刹车油管已经断裂。你在轮胎里发现了什么 ？RS 气体。怎么确定呢？从爆裂的轮胎内壁，我们提取到微量液体，经检测，这些液体中含有 RS 气体成分，它们很可能是轮胎爆裂后 RS 气体遇冷挥发形成的液态残留物。那就是说，有人事先把 RS 气体打入车胎内了？对，我们现在可以肯定，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。RS 气体属惰性气体，无色无味，不易与金属发生反应，
氮与空气混合，浓度达到0.6%至2.0%，温度达到摄氏48度以上，便可引起爆炸，产生巨大的热能和冲击力。凶手事先在被害人的车胎中注入了15立方厘米的 RS 气体，轿车高速行驶，轮胎不断升温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在辽东高速东段32公里处达到爆点，轮胎爆裂后方向失控，被害人采取了紧急刹车，但由于刹车系统事先遭到了破坏，制动失灵，导致翻车，最终撞出高速护栏，车毁人亡。这种作案手法很特别，类似手法10年来全国只有一例。在哪儿？我请教了刑侦局的专家，8年前在广东地区也是同样手段，造成两车追尾，两人重伤。凶手的情况呢？凶手叫林峰，被判无期徒刑，去年3月由于心脏病突发死在狱中。这就是林峰的作案工具，一种高压气体注射器，原来用于化工科研，林峰将射头进行改装后成为凶器。为了了解案犯的更多情况，我们已经与原办单位取得联系，相信很快会有更详尽的反馈。发生事故前，被害人喝过酒或服过其他药物吗？胃溶物检测中未查出酒精成分和其他致幻性药物成分，一切正常。死者身份呢？死者叫韩青，女，36岁，是本市天伦房地产集团董事长。先从内部入手。你是他妹妹，我知道说出事情真相对你很残酷，可是我必须跟你实话实说，你姐姐韩青是被谋杀的。什么？谋杀？不是意外车祸吗？经过现场取证以及技术鉴定，我们认为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。这照片上的小男孩是韩青的儿子吗？嗯。叫洋洋。孩子太小，他妈妈的事儿先不要告诉他。我知道，洋洋在国外读书，还可以瞒一阵子。他怎么这么小就出国了？没办法，我姐太忙了，没时间照顾孩子。那他爸爸呢？5年前就离婚了。谁提出来的？我姐，可对方不同意，一直拖着。后来那个无赖不知道怎么就同意了，条件是带着洋洋出国留学，一切费用由我姐来承担。你姐为什么要离婚啊？感情的事儿很难说。海涛，我姐。小丽。情况怎么样？有新的线索。这位是天伦集团的副总，说有情况要介绍。你好，我是田海涛，于向阳。请坐。好。于队长，田副总是我的姐夫。田副总，有什么情况你就直说吧。就在出事前，我们俩还通过一个电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还有20分钟就到了，让我先准备着。准备什么呀？
我们在辽东开发了一个楼盘，叫幸福花园。辽东的恒丰集团有意向全盘收购，韩青就是去签合同的。他还说了什么？没有了。那他当时情绪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。韩青生前和什么人结过仇吗？最恨我姐的人应该是广夏集团的安志华，我姐的死肯定跟他有关系。你怎么那么肯定啊？就在前几天，韩青的办公室，啊，就是这一间，被他带的人给砸了。为什么？生意上的纠纷。你们报案了吗？韩青生前讲究息事宁人。韩青一直是自己开车吗？不是，他有司机，不过前两天不巧，司机的脚被砸伤了。我开车20多年了，还没出现过一次剐蹭。如果当时是我开车，我绝不会踩刹车，这车也就不会翻了，董事长也就不会。你的脚是怎么受伤的？26号下午，我送董事长去恒丰公司谈判，然后我送田副总去健身，他跟柳秘书约好了在那儿见面。田总，刚才我这左眼可一直在跳呢，看来董事长跟恒丰公司的收购谈判肯定能成。这资金问题一解决啊，您和董事长的喜糖我总算可以吃上了吧？嗨，好事多磨嘛。还磨呢，8年了，赶紧找个好日子把事儿办了吧。田副总因为胳膊上的旧伤复发，杠铃片正巧砸到我脚上，当时田副总也吓得够呛，还是管理员帮着一块儿把我抬上车，田副总开车把我送到医院。你脚要是伤了，有人给董事长开车吗？董事长他自己能开。他的伤是指骨骨折，病人苏洪强是26号下午来我们院诊断治疗的。当时谁送他来的？好像是他们公司的一位领导。老程，嗯，想什么呢？怎么会那么巧啊？20年开车不出任何差错，这一出了岔就人命关天。你怀疑这脚砸的？不，脚伤肯定是真的，没错。喂，崔晨，我们从吉辽高速辽东出口的监控器里找到了安志华的奥迪车，出入记录时间与案发时间吻合。太好了，崔晨。你马上去开传唤证，对，啊，大卢在吗？让我听电话。卢哥，嗯，队长，大卢，你马上联系所有与 RS 气体和枪式充气筒有关的单位，查一查有没有出借或者丢失的情况。好，就这样。嗯，有线索了，砸办公室那安总有下落了。太好了。留步吧，别送他。嗯，再见啊。哎，小丽，小丽，对不起啊。
董事长虽然已经走了，可这天伦集团还在。我已经跟恒丰的谢总打好招呼了，幸福花园那边啊，他照单全收。看上去，这俩人关系不一般。0020，这车号有点来头。老程，你去查一下。好。安青。现在非常非常的想你，你一路走好吧。怎么是你？我怎么就不该来呢？你不是回新西兰了吗？哼，回新西兰？哼，没那么容易。韩青欠我的还没还呢，我怎么能走呢？你是来看笑话的吧？不行吗？天老弟，我真不明白了，韩青究竟哪点好啊？人死了还让你这样痴情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我现在请你出去。你在跟谁讲话？我告诉你，田海涛，这儿的主人过不了多久就是我了。哼，我还劝你，今后做人做事儿，最好跟我客气点儿，啊。去吧，把韩立给我叫出来。好，你不走，我走。你给我站住！田海涛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田海涛，你给我站住！田海涛，你听见没有？我让你给我站住！田海涛，姓周的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走你的阳关道。我走我的独木桥。新天呐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你马上把韩立给我叫出来，否则我跟你没完。你田海涛，你周志。哟，小姨子终于露面了。你也太没人性了吧！我姐她刚走。你少拿死人压活人。你姐是什么人？我比你清楚。咱们把丑话说得妥了，你姐走了，既然你想替她当家，就得先替她还钱。你少再撒狗血，我们什么都不欠你的。好，你骂我是狗，好，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疯狗。姓周的，你
不要欺人太甚。哟，这是谁呀？哦，田副总。嘿，管起我们家务事儿来了啊！我跟他姐起码还有张离婚证，而你有什么呢？啊？跟了他七八年，你又得到了什么？所以外面人都说，田副总经理是韩青董事长包养的一个小白脸儿。哼，我都替你脸红了。你太无耻了！你是你们逼的！你给我站！你给我躲开！你给我躲！你给我躲开！你进来！你敢！你是谁？刑警队于向阳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大火气啊！哟，你们把警察同志都给惊动了。哎，警察同志，那个韩董事长这个骗子，是不是还有行贿受贿之事啊？周志，你不能好死你！听听，警察同志都听见了。看在你姐姐的份上，我今天不跟你计较，但是你记住了，我还会回来。易警官，拜拜。于队长，给您添麻烦了啊。他就是你姐的前夫。20号车确实是市政府的，刚才和韩丽分手那个男的叫柳文龙，市政府的秘书。另外，辽东警方在当地的桃园小区发现了安志华那辆奥迪车，崔晨已经赶过去了。太好了！余队，什么情况？奥迪车就在你的右手。这里的物业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没有叫安志华的业主。小陈，我们监视着，你打草惊蛇。明白。干什么呢？你车停我车位上了。你眼睛有毛病啊？那是我的地方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的你啊？你眼睛才有毛病呢。看清楚啊，这是谁的车位？找灶是吧？行，你小子有种，你等着啊，有种你给我出来，出来。安志华去哪儿了？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早晨起来走的。他走的时候没跟你说什么吗？他说出去转转，也没跟我说去哪儿。喂，郝军，是我。什么？明白，我马上回来。老郑，怎么了？安志华投案了，我伏法。凶器呢？哪来的凶器呀？装什么糊涂啊？自己看吧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你的认罪态度？我实话实说，我真没见过这东西。那我们冤枉你了。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做过的我全承认。
那你都做过什么呀？那天下午，在天伦集团大门口，我们堵住了要出去的韩青。安总，你可真是无处不在。哼，没办法，谁让你欠钱不还了？咱们之间可是签了合同的。我们公司随时有权撤资。我现在没钱，缓一段吧。缓？缓到什么时候？恒丰集团马上就要收购幸福花园了，等资金一回笼，我马上就还给你。你别骗我，恒丰集团的计划已经取消了。信不信由你。我没有这么多时间跟你废话，让你的人闪开！哼，你不还钱，就甭想走，除非你撞死他们。哎哎，你，不露不露！哎呀，他们都是赶快说，他疯了！快追！我们追上了高速公路，他车开得很快。安总，车没油了，加油吧。关键时候你们掉链子，加油去。加完油我们就上路了，韩青的车没影了。我给公司打了个电话，让他们在高速路口堵截。可等赶到路口，守在那里的人没看见他的车。第二天才知道他在高速公路上出事了。再问你一次，见过这个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就知道在这儿能找到你。啊，坚持住啊！再来一个，来，加油！来，再来一个，来。你要咋搜呀你？试试你反应。算你狠。队长，按照单子上的记录，已经一一做了核实。所有与 RS 气体、枪式冲气筒有关联的单位，都没有丢失或出借的情况。广东方面有什么反馈信息吗？余队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余队先走了。好嘞。案发前，林峰是江州化工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，他利用工作之便，从研究所里偷出了两只枪式充气筒。两只？警方当时只缴获了他作案时使用的那只。那另外一只呢？据林峰交代，扔进珠江了。哎，对了，安志华的嫌疑排除了吗？啊，我们已经仔细查过了，他呀，不在本案之内。哎，队长，嗯，从凶器入手是一条途径，不过有话直说。你想啊，咱们最近总是在仇杀上打转儿，可老话讲，赌尽道，赢尽杀。韩青单凭一个女人的力量，就做出今天的成绩，这中间不会没有感情的因素吧？有道理呀。那天，您不是看见了吗？周志泰也太放肆了，他和韩青之间怎么会有那么深的积怨啊？还不是钱闹的。周志这个无赖，他每次回国住酒店的钱都让我解出。他们不是都离婚了吗？可他还是杨洋的爸爸呀，他根本就不配做爸爸。表面上看，他好像是在新西兰照顾杨洋，可实际上呢，
我姐给洋洋的生活费全被他一个人给挥霍了。我姐知道后特生气，就想给洋洋另外再找一个监护人，可周志不干呀，这样的话他就断了财路。一气之下，他居然从新西兰跑回来闹事儿。Hello, everybody！ 看来我来的正好。你出去。韩董事长，你说这种话也太没有良心了吧！我一下飞机，连时差都没倒过来就来看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呢？好，我不计较了。我知道我这次来的目的。给钱，我马上就走。我不欠你的。你以为我是为我自己吗？我是为我儿子洋洋，周洋洋也是你儿子呀。洋洋的事儿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听听，让大家评评这个理，说的轻巧。我是孩子他亲爹，我得给他生活费呀。他在国外。吃不饱穿不暖，怎么好好读书呢？啊，我总不能让他在新西兰放羊吧？再说了，我也是个要面子的人，是你逼的我，我才不得已跟大家说出来。真够无耻的，站稳！谁都别动！周先生，请你自重。哟。你是谁啊，田海涛？你还没有资格来教训我！给我从这儿滚出去！哟哟哟哟，韩董事长，我骂小白脸儿，你心疼了啊？好，打得好，韩董事长，你记住。你会为今天这一下付出代价的。周志当时的表情凶极了。你觉得他会伤害韩青吗？像他这种穷途末路的人，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？我打断一下，如果周志杀害了韩青，他会有好处吗？当然了，我姐走了，洋洋就成为这个公司的唯一合法继承人。可洋洋还未成年，周志作为监护人，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最大受益者。那天你在公司骂韩青是骗子，为什么？他曾经答应给我50万，可却没兑现。他干嘛要给你这么多钱啊？替他保守个秘密。哦，什么秘密啊？我本来不想接私人的短儿，可你们这……好，我新西兰还有几张，比这照得更清楚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哦，他叫柳文龙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他跟韩青的关系不正常。这张照片，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请朋友帮忙偷着拍的。你找人监视韩青啊？没办法呀，我要是不抓住他的把柄，他怎么可能给我钱呀？韩青就这么在乎这张照片吗？这个你们就不了解了。我要是把这张照片交给那个田海涛，韩青就彻底失去了他。田海涛和韩青是什么关系啊？田海涛是个情种，他被韩青给迷惑住了，总以为有一天韩青会嫁给他。屁！韩青这个女人太阴险了。田海涛跟那个姓柳的都是韩青手中赚钱的工具，甭说现在韩青死了，就是不死，他田海涛也永远等不到跟韩青结婚的那一天。照片的事儿，田海涛知道吗？
肯定不知道。哎，田海涛被韩青玩来玩去的，也挺可怜的。说心里话，我不想刺激他。现在韩青死了，就更没那个必要了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洋洋，我是爸爸。妈妈，妈妈已经脱离危险了。不，妈妈现在接不了你的电话。不，不过洋洋，你听我说，有爸爸在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不，不不不，你不要回来，洋洋。爸爸跟妈妈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你好好读书。我挺好啊。妈妈也挺好。丫丫，国际长途很贵的，待会儿爸爸给你打过来，好吗？哎，乖，再见，拜。刘秘书，你好。你谁啊？哦，我是刑警队的，我叫崔晨。好，郝局的兵啊。你认识我们郝局？太认识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，我们想找您了解一点情况。今天不行，我得去机场接市长，他刚从省里开会回来。刘秘书，刘秘书，不会占用你很长时间。辛苦了，兄弟啊！回头让你们郝局给我打电话吧，失陪了。陆哥，我没拦住他，他说是要去机场接市长。嗯，柳龙根本没把崔晨放在眼里，说是要去接市长。这人也太狂了吧！怎么办？看我的！怎么开车呢你们啊？对不起，我们是警察。你们还有完没完？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我现在是有公务在身。我们也是在执行公务。我说你们还懂不懂规矩？我现在马上要去接市领导，如果耽误了，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哼，干嘛负不起啊？这是传唤证。你们凭什么传唤我？就凭这个，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我也就不跟你们再瞒什么了。你和韩青是怎么认识的？是通过韩丽。韩丽？对。我和韩丽是大学同学，关系一直都很好。后来就发展成了恋人关系。那你和韩青这种关系保持多久了？也就是近一年的事儿。一时糊涂啊。韩丽知道吗？当然想瞒着她，可是后来还是被她发现了。文龙啊。嗯。我想过了，
什么？我同意你和小丽结婚。真的？我是经历过婚姻的。再说，我年纪又比你大，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。谢谢。有你这样前途无量的妹夫，我也觉得很知足。放心吧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会让你满意的。嗯，哎，五一正好到了，我准备带小丽开车出去玩一趟，顺便把这个喜讯告诉她。不行，你不能带她去。怎么着，这么快就反悔了？不是，最近公司的事儿太忙，他走不开。哎呀，也好，嗯，结婚也不是个小事儿，我再好好筹划筹划。你也别光想这事儿啊，关于恒丰集团收购的事儿，你也得抓紧时间促成啊。放心吧，保证会让你满意的啊。喂，小丽啊，对，我在单位呢。啊，刚才在市长那屋呢。哎呀，哎，小丽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晚上回来啊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保证让你心花怒放。韩丽，我希望你跟我讲真话。当我知道我姐和文龙关系的时候，我彻底崩溃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我姐和文龙能干出这种事儿来。你太过分了，你！小丽，你听我跟你说。我不听。闭嘴。姐，你连你妹妹的男朋友都抢，我叫你闭嘴！你不要脸！啊！好多事儿你根本不懂。我恨你，我恨你！我和文龙是大学同学，毕业后，他进了市政府当秘书，我出国留学。临走前，为了我姐生意上的事儿，我就介绍他俩认识了。回国后，我俩很快就恋爱了。可是让我吃惊的是，我姐知道这件事后，不但没为我感到高兴，反而坚决反对我俩来往。我当时就是不明白，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为了这事儿，我和我姐的关系一直闹得很僵。那柳文龙是怎么跟你解释的？文龙说，是他喝醉了，我姐引诱的他。那你问过你姐吗？你当时是什么反应啊？我杀了他的心都有。那田海涛知道这件事吗？不知道。我和韩青相爱八年了，感情一直非常的融洽，几乎从来就没有吵过嘴。这年头能有这样的感情，真是令人羡慕。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？这几年公司业务发展很快，我们俩都一心扑在工作上。原本五月八号就要结婚了，可是你知道韩青和柳文龙的关系吗？
这话什么意思？田副总，为了这个案子，我们只能这样。你先看看这个。这不可能，这假的。田副总，别激动，我们想看一下韩青的私人物品。刘文龙，我警告你，我能让你身败名裂。吓唬我？我告诉你，韩青，我能把你和你的公司拖到今天的高度，也能把你拉回到人生的低谷。你们公司那点底细我全都知道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只要你放过韩立，我们还是朋友。我还告诉你，韩青，你和你的妹妹今生今世都不可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你这个衣冠禽兽，你做梦！我不可能让我的妹妹毁在你的手里。刘文龙这个混蛋，是他害了我姐。韩立为什么一开始要回避和韩青之间的矛盾呢？因为这种矛盾不光彩呀，争风吃醋最伤感情，亲姐妹也不例外。为了争夺一个柳文龙，韩立会突然翻脸，杀了自己的亲姐姐？为什么不会？太会了，这样的例子可不少。小杨，你说呢？人在失去理智的时候最容易动杀机，可凶手是不是韩立，咱们还缺少足够的证据啊。既然这样，我建议搜查韩立的住处。你让他们在我姐房间里翻什么？难道你不想早一天抓到凶手吗？我是希望早点抓到凶手，可凶手会藏在我家里吗？翠珍，余队，韩立，你进来一下。这里面装的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密码是多少？我都不知道这儿有一个保险箱，我怎么知道密码呢？喂，老常，是我。马上请技术部的老李过来。开锁。好。老程，
来了，老李，就看你的从编号和型号上来看，这把枪确实是林峰所谎称扔到珠江里的那把。经鉴定，枪里的气体已经被打出，枪口附着的残留物和轮胎里附着的残留物是相同的。轮胎充气孔的金属微屑也与此枪孔端金属相同，所以这把枪是充气筒，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工具。但是枪上没有留下任何指纹。另外，从江州监狱发来的探视记录上看，也没有发现有本市人员前去探视过。微痕鉴定显示，保险柜密码锁上除了韩青一个人的指纹外，没发现任何其他痕迹。这说明保险柜只有韩青一个人能打开。难道是自杀？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自杀呢？只有在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和希望的时候。另外，从他的私人日记当中也没有看到自杀的迹象，没有对公司和亲人做任何的安排和交代。我同意向阳的分析。根据现场勘测，在爆胎之后，韩青除了采取紧急制动和调整方向以避免汽车撞出护栏之外，还在翻车的瞬间双手紧紧抱住方向盘。这种紧急避险的意识说明他当时是极度恐慌，并非自杀。可是，作案工具藏在韩青的保险柜里，别人又无法打开，这又如何解释呢？鉴于枪是充气筒，与林峰的特殊关系，马上请江州警方协助，对林峰的所有社会关系进行彻底调查。另外，对韩青周围关系密切的人员排查，不要放松。郝局，我认为韩立的嫌疑最大。刚开始他把嫌疑指向安志华和周志，后来又一口咬定柳文龙，这就说明他企图扰乱我们的侦查视线。案件侦破到现在，我认为我们可以排除周志、安志华和柳文龙的嫌疑。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确实是韩立的嫌疑最大。田海涛的话会不会有水分呢？从田海涛看到韩青和柳文龙的照片时的反应来看，他又不像说谎。看来他事先并不知道韩青和柳文龙的关系，这也只能说明田海涛是沉浸在感情当中而不自知。当初韩青极力地反对韩立与柳文龙交往，那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妹妹毁在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政客手里。可后来他为什么突然同意了呢？韩青未必真的同意韩立和柳文龙的关系，他是想继续利用柳文龙。那我们就把目标锁定在韩立、田海涛身上。鉴于柳文龙与死者的特殊关系，有必要对他的车进行检测，以防万一。
鲁哥，鲁哥，啊，回来了啊。柳文龙的车胎里没有发现R-47。啊，放那儿吧。哦，我这儿可有点收获。哦，是什么呀？在枪式充气筒上发现了微量皮屑。郝军，我们调阅了韩立的档案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怎么了，郝军？这是江州传来的林峰资料，你看看。林峰是在我们市读的小学啊。他中学时全家就搬到了广东。把这两份履历对比一下，你就会发现林峰和韩立同年毕业于同一所小学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认识啊，他叫林峰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啊，我们两家是世交，幼儿园、小学我们都是在一起上的。上初中的时候，他父亲调动工作，全家都去广州了。江玲，结果怎么样？从检测结果来看，与韩青的血型不符。哎，会不会是韩立的？后来你们还有联系吗？听说他吃了官司，死在监狱里了。哦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姐一直跟他有联系。你是说韩青？怎么样？不是。比对。结果出来了。嗯，经 DNA 比对，不是韩立的。上次的事儿，我有些冲动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请进。哟，于队长，今天怎么来了？我路过这儿。哦，能借用一下你的洗手间吗？哦，当然可以，你们请。向右转啊。好，谢谢。卢警官，请坐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喝点什么吧？好，不用不用，不用麻烦了。既然你们有事儿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们甭管我，聊你们的，聊你们的。其实我们也没什么事儿。于队长啊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别误会，我们不找你，找他。我？能借用你两根头发吗？什么？头发？你当时脚被砸的时候是这个姿势吗？对，就是这样。那当时田副总在哪个位置？田副总在这儿。你平时健身吗？我从来不健身。为什么偏偏在出事的前一天，他要劝一个从来不健身的人健身呢？又为什么一个懂得健身常识的人，却拿着一个这么重的杠铃片，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和他讲话？又为什么
偏偏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奸商又发作。如果一个偶然是偶然，三个偶然就是必然。那天我开车就从这儿进来，停到第一个车位，就是送田副总来见柳秘书。柳秘书车在呢，人肯定到了。老苏，上面说话不太方便，你辛苦一趟，把柳秘书请下来，我就不上去了啊。田副总在车里坐着，柳秘书上了我们的车，我就先上去等田总。那他过了多久上去的？也就五六分钟吧。你们田总怎么没开自己的车呀？哦，那天他的车正好送去保养了。你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了吗？没有。你姐爱田海涛吗？他只爱他自己。那田海涛爱你姐吗？爱。爱到什么程度？他为我姐可以放弃一切。假如田海涛知道了你姐与柳文龙的关系以后，那他会怎么样？不知道，我没想过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曾经说过，当你知道了你姐与柳文龙的关系以后，你杀了他的心都有啊。我那说的是气话，我不会那么做的。那你能保证别人不这么做吗？你们怀疑田海涛？苏恒强的脚是田海涛故意砸伤的。这和我姐的被害有关系吗？苏恒强的驾驶技术非常好，一个有经验的司机，即使在爆胎的情况下，也不会导致车毁人亡的严重后果。难道？韩丽，我希望你能把你知道的一切如实的告诉我。嗯，我说。田总，田总，哎，田总，哎，老苏。你怎么来了，田总？有个事儿，我觉得不大对劲儿。队长，结果怎么样？经过 DNA 比对，是田海涛的。队长，苏红强刚出来。我知道了，先不要打草惊蛇，你把他们盯住。我马上就到。好，走。于队长，田副总，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出去办点事儿。是吗？好啊，我送你。田海涛，你还记得这张照片你在哪儿见过吗？记得，在我的办公室，崔警官给我看的。我问的是第一次。那就是第一次。看来你的记忆出了点问题，我来帮你回忆。怎么了？告诉我，你爱韩青吗？
喝多了。回答我，到底爱不爱？爱。他不值得你爱。你说什么呢？韩青和柳文龙把我俩都给骗了。照片哪儿来的？你别管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过去我也不信，可今天。今天我把他俩抓在床上了，不可能。你说的没错，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？证明韩青伤害了你。我承认他伤害了我，但是我原谅了他。小丽，别把这件事说出去好吗？求你了，答应我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给我留一点做男人最后的尊严。你说的不是心里话。何以见得？你的所作所为。捏造。你们这是捏造！你们有证据吗？我们当然有证据。比如呢？比如你故意砸伤苏恒强的脚。我干嘛故意啊？啊！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那是我肩膀的旧伤复发，所以才失手砸伤他的吗？旧伤发作是事实，可是故意砸伤也是事实。老苏，你这做的不对啊！老苏，把双手并拢，对，然后展开双臂，这时候吸气啊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并拢双臂，吐气，对，吐气啊。你们分析的似乎很有道理，但我敢肯定的说，单凭这些，你们定不了我的罪。没错，不过我提醒你，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，我们是不会动你的。我现在之所以这样跟你说话，是给你一个机会。坦白还是抗拒，将来在量刑上是会有区别的。好啊，只要你们能拿出令我心服口服的证据，
我完全可以配合。好，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。进来。高经理。宋强，你把那天的情况说一下。那天我把手机忘在车上了，怕董事长用车找不着我，就回车上取。我看见田副总蹲在轮胎边，手里拿个东西在干什么。他拿的什么你看清了吗？我也没见过。当时他拿的是这个东西吗？好像就是这个。好，你接着说。我帮他保密。田副总答应我，日后有机会重用我。昨天晚上你去田海涛家做什么？我报信儿。那天你们在健身房用杠铃片做实验，我就觉得不好。我这也是为报答田副总对我的不杀之恩。后来田副总跟我解释过，他之所以把我脚砸了，就是不愿意伤害无辜。您也知道，这个时速将近200公里的时候爆胎，他再有经验的司机也绝对啊不能安然无恙。好了，你可以下去了。走。田海涛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这把枪我的确没有见过。刚才老苏说的话不是事实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那我就给你一个事实，我们从这把枪中提取了一些皮屑，和你的毛发进行了 DNA 比对，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皮屑是你的。由此我们可以断定，你不仅见过这把枪，而且使用过。毛发？怎么，刚刚发生的事情你就不记得了？哟，于队长，今天怎么来了？我路过这儿。哦，能借用一下你的洗手间吗？好，当然可以，你们请。向右转啊。好，谢谢。卢警官，请坐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喝点什么吧？好，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了。你是一个极聪明的人，可是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！正是你的聪明害了你。自己平静下来，可是我根本做不到，根本做不到。我把我一生的爱和信任都放在了这个女人身上，她竟然这样待我，
这样对我？韩青和柳文龙的事，简直快叫我发疯了。我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傻瓜。那一刻，我恨不得马上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韩青，柳文龙，把我俩都给骗了。你知道韩青就是骗了你爸。怎么还没睡呢？怎么了？你和柳文龙，谈的怎么样？啊，谈妥了。你放心吧。努力地说服自己，韩青和柳云龙，他们只是逢场作戏。他是爱我的，他是爱我的，他答应过，他要和我结婚。爱一个人，要学会承受。那一夜，我几乎要原谅他了。可后来的事情，把一切全都给毁了。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快告诉我。海涛，你一定要帮我。你快说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柳文龙是个混蛋，他逼我把小丽嫁给他，如果不答应，他就要把我们招标的内幕给抖了出去。要是真的那样，公司不但完了，咱们还得吃官司。柳文龙娶小丽的目的不纯，他是为了利益，为了咱们的家产。他这个人也太狠毒了，我绝对不会让这么多年的心血毁在他的手里。海涛，我们不能再犹豫了。这个柳文龙手眼通天，我没有太多的机会。那你想怎么办？只有杀了他。你还记得林峰吗？我们可以用林峰当年的手法杀掉柳文龙。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
听我慢慢跟你说。当韩青把他的杀人计划告诉我的时候，我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我突然发现，在我面前这个让我深爱了八年的女人，是那么的陌生，那么的可怕。你怎么会有这把枪？是林峰给我的，他说关键时刻对我有用。我也是直到他出事以后，给他请律师的时候才知道，这把枪是干什么用的。那你为什么不交给警察？我怕受牵连。可我们检查了柳文忠的车，他的轮胎里根本就没有 RS 气体。我根本就没有往他的车胎里打。为什么？一念之差。26号那天，我约了柳文龙，我故意迟到半个小时。柳秘书车在呢，人肯定到了。哎，老苏，上次车不太方便，你辛苦一趟，把柳秘书请下来，我就不上去了啊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韩青一直就在利用我。从我们认识的那天开始，我猛然醒悟。当时我怕发生两起同样的交通事故，会引起你们的怀疑。就放过了柳文龙。可不管怎样，当时我还是打算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后来的事情把一切都毁了。海涛，我真的没有看错你。我觉得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。来，祝我们俩天长地久。今年8月8号是我们公司10岁的生日，我想咱们就把婚礼推迟到8月8号吧，这叫做双喜临门。我觉得8月8号是个好日子。哎呦，恒丰集团的谢总约我去澳洲考察，定的也是8月8号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怎么什么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呢？要不，还是等我回来吧。实在不行，就只有等明年了。海涛，
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的。柳文龙五一要开车去海南，所以，我必须在五一之前让韩青死。27号那天，我打电话给他，让他迅速赶到辽东市。海涛啊，啊，还有20多分钟吧。也是老天帮忙，那天赶上广夏公司的人开车在后面追他。那天你们打开韩青的保险柜，发现那把枪。我没有想到他会一直保存着它。如果他没有死，也许下一个目标就是我。韩青把离婚受到的伤害转嫁到你身上，可你的做法又何尝不是和他一样呢？真谋杀，破案的叫九眼探索。怎么取这么一怪名字呀？啊，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吗？他们比马王爷还厉害3倍，所以叫九眼。看看您，来一份，来4份。好嘞。哎，你小子抽什么洋相？你拿着，瞧见没？10分钟后，城市广场，不许迟到啊！哎，哎，你开什么玩笑你？10分钟走一半就不错了，着什么急呀？嘿，杨宁啊，光是成功破案为咱们探组争光，这还不够啊，这搞对象也不能掉链子，是不是江阳？是啊，这可是郝局的命令，我们得完成啊！走，上车，送你过去。